这个艰辛，以及他的教练对他的付出。谢谢先生，感谢教练，感谢教练，期待女儿，感谢所有的教练，从先头的刘教练开始。刘斌教练，特别是武汉的那个总监张汉华，然后到杭州的那个严晶晶，他们感谢的那个总监的陈红、关主任什么的，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孩子们一生贵的。特别是导师徐金雷导师、王平泽导师和一个陆的老师，没有他们的完全的对他的培养和付出的话，我的孩子走了今天，真的，他是我孩子中，真是我们整个管史一家人中最大的恩人。我真的一直感谢到我有两个字的感谢，我跪谢，跪谢，真的跪谢，感谢感谢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就是满六岁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老舅吧，他说你小孩这么活泼，这么爱动，是不是可以去练体操啊？然后说行吧，我们试试看吧。我老婆就在网上一查，去一个湖北李小栓体操学校。然后教练就简单的让他做了几个动作，那教练看，哎，小孩子这个技术不错呀。我说管成，哎呀，你被教练看上了，老师看中你了，你可以留下来的，高不高兴呢？开不开心呢？开心。我说开心的话想不想留下来？他说想。我说既然想的话，我们就去办手续吧。别人都希望过星期六过星期天，我们是不希望过的。尤其到那个武汉体院以后，每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小妈妈呀，可哭啊，她这样子累以后，天天哭天天闹，那时候特别犟的小女孩。我们家乡的人全体在这个家里，相信你是最棒的观众。